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，这是我第一个魔物猎人的影片，在魔物猎人崛起发售后我就开始在玩了，短短的时间里呢，我就靠抱着各种粗壮的大腿升到 HR7 了，也凑齐了我要的装备哦。我主要是玩弓的，我也看了各种用弓好手的影片，知道了玩弓呢要强需要一身的好装备，首先体术要满，这样子呢我们的耐力消耗半减哦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有耐力急速恢复呢，我们更可以无脑连射，再加上弱点特效与弹道强化，就可以打到魔物毫无还手之力啊！搭上爆炸强的驯龙暗影弓，现在有这一套装备，我简直是无敌了啊！高手呢，只要有这样一套装备呢，就可以在3分钟上下打死一只上位魔物。我现在呢也有这一套了，我也要来挑战3分钟打死我的宿敌火龙哦！